因为每一家公司的手上呢，它都有很多的资产，那它有很多的负债，那通常呢，资产减掉负债叫做净值，剩下多少的资产，多少的资金。那么净值变成负，就是资产呢还不够来抵负债。今天呢，有债权人要来跟他要债，那他的净值呢没有办法支付这一些的债务。按照我们的证券法来规定的话，那你一定要下市，因为呢，你这家公司完全没有办法承担还债的责任。在过去这40年来，好像还没有过这种情况。因为呢，在第一季的时候呢，这些保险公司跟我的看法一样，往脸上贴点金，就是呢，今年呢，联准会要收缩资金了，经济景气又不是很好，通膨又是很高，所以呢，股市一定要下滑。在第一季的时候，大部分的这些保险公司呢，他们在海内外的投资，他们都出掉了一大部分，然后呢，把这些的资金呢，转到债市去避险，这是一个标准的操盘的模式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股市呢是属于高风险性的资产，债券呢就是低风险的资产。可是现在出了问题，因为呢通膨太严重，联准会呢就决定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把通膨压下来，就是收缩资金。怎么收缩资金呢？第一个升息，第二个在公开市场上卖债券。当初呢他们在实施无限释放出资金的时候，他们就在市场上呢买债券，他们是不是要付钱，资金是不是就释放出来了。现在呢他们要开始卖债券，把当初买的债券卖出去，然后呢把资金收回来。问题是听说他们没有怎么收资金，没有怎么去卖债券，只用强硬升息的方式来回收资金。那卖债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呢我今天要跟你们借钱，那我当然拿个担保，就是公司发行的债券。当大家都要抢的时候，那这债券的价格是不是抢高了，大家就要来飙啊。不是因为要赚这个利息，而是呢资金要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摆着，所以呢大家都来抢，物以稀为贵，我反而呢少给你利息。反过来讲，经营状况比较不是这么理想的公司，他要发行债券的时候，大家一看这家公司发行的债券，干嘛要去抢，我不要，所以呢这家公司只好付高的利息，我们看在利息这么高的份上来买。所以呢利率升高的时候，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，当利率下降的时候，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。所以呢联准会把利率拉高了，那债券的价格是不是要下来。那今天呢寿险公司呢买了一大堆的债券，假设可能一张是100万，可是呢利率抬高了，债券价格就一直往下掉啊。而且呢第一季掉的还不算多，第二季呢升息的力道加强了，掉的更惨。这就是为什么南山人寿的净值呢上半年会少了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它债券的价格一直在跌，所以它的资产的净值就一直往下掉。那因为它掉的太凶，所以呢公司就出了问题。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这个是未实现的损失，它今天如果真的把这个债券卖出去了，那它就实际的有损失咯。可它没有卖出去啊，所以他只要呢调整一下他的账目就可以了。那其他的一些的保险公司是不是也面临到这个问题？所以呢很多纯股族的同学呢就开始担心了，那我现在手上的寿险的金控啊会不会也面临到这种情况呢？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因为呢现在美国的利率一直在调高，造成美元在升值，美元在升值的幅度很大的时候呢，对这些寿险公司是好事哦，不管是富邦金啊国泰金，他们在海外的投资除了债券之外呢，他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投资不动产。譬如说我在美国1000万美金买了一栋办公大楼，台币算的话是2亿8000万，现在呢升值到呢30块台币比一美元，这一栋房地产换算成台币的话3亿，得到汇兑收益，我的资产的净值是不是增高了？所以呢债券净值的下跌跟不动产的净值的上升，它刚好可以抵消掉。那当然要看你的不动产比较多还是债券比较多。南山人寿它的净值为什么掉得这么厉害？因为它手上几乎全部都是债券，它不动产非常的少，所以呢它受到冲击很大。可是呢富邦金跟国泰金呢海外的不动产非常的多，所以它这一次的冲击没有这么严重。第二个呢他们是母公司，比国泰人寿啊还有富邦产险啊比他们的股本大了很多，所以呢富邦产险跟国泰人寿呢净值下降，对于富邦金控跟国泰金控本身的净值呢损失是有限的。所以呢大部分的有保险公司的金控来讲的话，他们这一次受伤的程度没有像南山人寿这么严重。现在市场上都期待呢联准会呢他们到明年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降息，等到了降息的时候，那债券的价格是不是就升高了，南山人寿他的这些的净值呢开始拉起来了，所以他在账面上他又可以回冲回来，就不会有实质的损失。
我常常在讲嘛，成股是以十年为一个单位，你可能是定时定额的去买这些股票来做成股。那你成股的目的在赚它的股息，你不是要赚它的价差。可是呢，绝大多数的同学呢，这股价在上涨的时候，我买了这个股票，我就要存十年、二十年，我要做一个终身的存股族。等到股价一跌下来的时候，大家就想说，赔那么多钱，我是不是要该卖掉了？有没有发现逻辑呢是不对的？当你做一个投资的时候，你的逻辑开始出现矛盾的话，你输定了。你的逻辑是一贯的话，大部分的情况之下，你都是赢家。换成存股来讲的话，你在它涨的时候开始存股，当它跌下来的时候，你应该更高兴啊，因为你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了。那你要用什么原则来买金融股呢？第一个用本益比，第二个这一档股票它在过去呢15年平均每年的配息是多少？如果它非常稳定的配息都在 4% 以上的话，这个股票就值得你投资了。最简单就是我们去算它的本益比。现在加权指数的整体市场平均本益比11倍12倍之间，所以低于10倍的都算是低的。我们在这边都帮你算好，做一个表给大家看，一共有15档的金控股。我们看一下富邦今天预估的 EPS 是8块钱，预估的本益比是多少？大概是 7.3 倍，不高啊。那国泰金呢，预估今年的 EPS 是5块，那预估的本益比是9倍。开发金呢，预估今年的 EPS 是 1.45 元，预估本益比是 8.8 倍，都还算不错的公司。这个价位进去买的话，以长期来看风险并不高。反过来讲的2884的玉山金，目前的预估本益比是29倍，那就偏高了一些。兆丰金今年的预估的本益比是32倍，将近33倍，是不是太高了一点？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，哪些可以呢逢低承接，哪些呢暂时看一看就好。做股票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赚的钱也是你自己在赚，有的功课呢还是要自己做一下，印象比较会深刻一点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中天财经频道与钱同行，通膨时代来临，荷包不缩水，台股、美股、 ETF、 基金、外币、黄金、虚拟货币还有保险，如何投资理财，创造被动收入，实现财富自由？房市火热，政府打房一波波，房价越打越高，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？请锁定每周二、五晚间8点，中天财经频道张雅婷和您与钱同行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新总统级的顶级食材，秘制独家配方，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，将严选的大干贝、珍珠包、石斑鱼、菲力入酱，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，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，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， 就能够享优惠，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。